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这心眼玩的。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呢？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咦。咋样了？明天再来吧。奶奶，拖得不耐烦了吧？哦，太君，笑笑得该死，笑得该死。闪开，小鹿。里面请，里面请。哎呀，进来吧。哎呦，太君，一起吃点吧。哎，少来晚。刘队长，哎，我奉长官部的命令，请你前去问话。什么事儿？关于金圣屯据点物资被劫一事。物资被劫，跟我有什么关系？例行公事，请跟我们走。啊，走吧。你想抗命啊？我这可不敢，我跟你们去吧。没事了，人已经让我藏在柴房里了。他没事吧？那个，刚才下手猛了点。人醒了吗？醒了。不过我在他的上心和哑门两个穴位上又扎了2针。他这会儿啊，是只能看，不能动，就跟个木头一样。要杀了他，你懂啥玩意儿？姑爷说不杀，那自有不杀的道理。杀他还不简单吗？但关键是杀他也不用咱们动手啊。现在时机好像已经成熟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攻打棋盘山了？明天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关老爷子那儿。杜三儿、二金，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刘神东，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老五，回仙楼的事儿你还得继续盯着。你放心吧。的消息吗？现在还没消息，不过估摸着这个时辰他应该见着胡正昌了。金圣屯的物资被劫了以后，我带兄弟们去了趟北沟，把大金刚和三金刚的尸体带回来了。你说这阵子这是咋的了？庄太撒尿淋着神仙了，这喝凉水都塞牙缝。山寨的弟兄接连被杀，改天找个大仙儿跳的时候把弟兄们厚葬了，已经厚葬了。可是，发现了好多疑点。什么可疑的地方？
我去检查尸体的时候，您猜怎么着？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跟我买关子？我去查了一些尸体，当时都打懵了，人都奔老营的方向跑了，可是人数不对呀，好多人都没回来呀。有这事儿？我你个老跟头，在老子背后捅刀子！向阳村那天，我就看这老关头不顺眼，支支吾吾不画押，叫上兄弟。好家伙，今天就把老关头给我抓过来，要问个清楚。二哥，别着急，这老关头人老奸马老滑，咱们这么带人过去，他死不认账怎么办？那你说咋整？这老关头啊，有个干儿子叫关山，这小子平时看上去行侠仗义，实际上就一软柿子。我知道这个人。我听说他最近跟张家屯的小凤仙好上了，要不咱们去把他抓来，问问他什么情况。现在就去吧。走，带兄弟咱们去趟张家屯。收起来吧，收起来呀，嗯，收吧。啥动静？能有什么动静啊？咱们喝酒吧。还不错呀，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棋盘山刘爷，你说今天刮什么风？您来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我要是提前告诉你，哎，他们能见着你吗？对，这四爷。您交代我的事儿，我都已经给您办好了。没你事了，走吧。改天爷再来疼你。廖爷，今天这什么意思呀？啊？怎么什么意思？北沟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们山寨的人到你们老营之后，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事儿你不知道。真不知道。哎，嘴还挺硬。我真不知道啊。坐着。不是，别！你要说有话好说嘛，你是。我这一刀下去。行，我说不行了。我给我装犊子了。住。
二当家的，是我。来干什么？大当家的厨师了。什么事儿？前天晚上酒楼里面来了两名日本军官，把大当家的给带去问话了，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胡正商了？听说去了前进镇巡查去了。我离开奉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马上跟我去前进镇找胡正商，也要打个出现。好。 老爷子，我们哪敢跟您这儿班门弄斧啊！哎，你还那小子，贾谦虚嘛！海龙啊，你就说吧，棋盘山怎么了？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现在棋盘山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兄弟们消灭不少了，刘沈东也被我们给抓着了，整个棋盘山就剩下刘沈西和四金刚了。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想听听您的意见。棋盘山呐，易守难攻啊，尤其是三道坎。这个您放心，我们兄弟们早就已经把棋盘山给摸得一清二楚了。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一旦拿起来，这棋盘山的后山有点空。 小子，老夫是明白了。海龙，老爷子，我们兄弟几个就拜托您了。拜托了吗？快问，快问。问什么玩意儿？ 哎呀！哎，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哦，爹让他出去办事儿了。哦，对，办事儿去了。啊，等会儿。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人才，哎，坐。这是我们兄弟两个孝敬之人，本来应该我大哥亲自给你送过来，可是他在奉天没见着你。哎，奉天临时公务在身，没见到沈东兄。怎么样？ 那此胖子现在还好吗？他被日本人请去问话，到现在生死不明。日本人？不能够啊！我都没听说呀。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在北沟劫了金盛屯的物资。谁呀？ 就是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极光，他的真名叫苏海龙。此话当真？你怎么知道啊？
你们的事儿，就是我胡正昌的事儿。现在我就带你去见石岩长官。 再往前走就到山口了，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多谢老爷子了。等我打掉了棋盘山，灭了留守东西以后，海龙会前来专程拜访。谢什么谢？老夫又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说无妨。来，如果十年八年还找不到婉婷姑娘。 老爷子，您的意思我明白，只是我明白了。好了，什么时候动手，通知老夫一声就行了。好，就此别过，一路平安。 只有像海龙这样重情重义的人，才可以托付终身呐。走吧。苏海龙，嘿，不妥，阁下，我们已经搜索了整个奉天，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报告太君，说，据我了解。 苏海龙的岳父张景华，还有一个隐蔽的老宅，他们几个会不会躲在张家老宅里？张家老宅，哎，部队包围他，哼，警察部队一起去，哎，刘嫂。 一直是大日本帝国的忠实朋友，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哟，首长，首长，你咋回来了呢？马上集合所有警力去张家老宅。去。 张家老宅干啥呀？今天什么都是所有的物资被抢了，就是苏海龙所为，而且他很可能就躲在张景华的老宅。刘沈东昨天晚上被两个日本人从惠新楼带走，也是他所为。哦，不是，去张家老宅，如果说我们警局这几个局，那不等于送死吗？你放心，日本人策应我们。哦，那。 那我就放心了，我马上集合全部警力。哎，出发了啊！出发了！哎，你压着这，哎，别，你关一下车门。
突然就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这货直接追到镇里，我也没辙。不过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北沟的事儿一定就是苏海龙干的呢？我也问了，死活没说。按目前的线索分析，有沈东被日本人带走，很有可能就是苏海龙他们假冒的。那即便就是苏海龙劫持了刘沈东，那这么久了，那人家不早撩出城了？哎，死马当活马治呗。另外，到了张家老宅，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啥事儿？您说。把刘沈东这两个王八蛋现在是嘴越来越不严了。明白，您请好吧。张家老宅就在前面那条街里，那就有劳胡署长了。哎，这次我们配合你们搜查这里，如果遇到什么抵抗，有大日本皇军在，你们不用害怕。那是，有太君在，什么都不怕。啊，你干什么去？跟着等着。我为啥不能去啊？这是奉天城，不是棋盘山，在这等消息。待着干，别动啊！哎，走走走，快点，要快！别过！都吃了。天天还得伺候他，杀了算了。就是，要没有他，咱还能跟桂月出去转转。哎，哪天我陪你上街逛逛。得去。哎，啊，署长，咱真上去跟他们打呀？这攻上前，台上听，退也退不了啊。您没听说呀？这帮土匪杀人不眨眼，就咱这几个人上去不当炮灰了吗？啊？那有什么高招？我的意思是，咱先开一枪，剩下的事儿呢，就交给皇军他们去处理，人家是专业的。好主意，让专业的上。对嘛，让打。所以昨夜都特别奇怪。
上去住。万一会儿再让人抓住，我们上哪儿找朱庆国去？那是我不能抓。这样，处长，您在这守着，我带几个弟兄从后面走上。好，好，好，我去，我去。哎，好。哎，小野太君，太君，我带几个弟兄从后面过去。有血，有枪有啊！你们几个跟我来，给我留俩，留俩没事的。被劫持了，没事吧？没事，没事，看我的。哎，署长，咱真去追啊！别忘了，咱得找刘沈东去。对，哎，包围张家老宅，快回去！快快快，张家老宅！走走走，快走！署长。该呀，这屋干嘛的啊？应该是柴房吧。我进去看看。哎，署长，会不会有啥危险呢？我先进去看看啊。看看，啊，你麻溜的啊！看见你了，快给我出来！
快出来，听见没？聊啥呢？进去。哎，快！果不其然。就在门口等着你呢，但是我不能让你活着出去。你平时老问我为什么叫你死胖，今天我给你个答案。算运程啊，姻缘。哎，好嘞。老宅已经不安全了，我们归于何来，让他到郭孝公家找我。刘沈东那边怎么样？大师，这之前怎么样？郭襄东会想办法。我知道了，你们两个自己要多加留心。好钱，好钱，上上钱，恭喜二位啊！加賀、この二本の針は流心洞の死体を検査するとき、首と頭のところに発見した。中国の医学は素晴らしいだね。私は。たくさんの医者に聞いたんです。刺されたツボによると、話せなくなる、動けなくなる、簡単に言うと植物人間になる。この銃弾はうちの軍部の専門家によると、このような拳銃は本県の警察の上層部にしか配置されませんでした。だから。警察の中にスパイがいると思う？そうです。本店警察の中に奴らのスパイが潜んでると思う。それは胡正昌と郭襄東の可能性が一番高いね。はい。二人逮捕して拷問しろ。はい。加賀、非常の集団を
使ってもいいんですか？当然だ。でもいきなりそれをやらない方がい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石原君、覚えとけ。帝国の利益の前に比べるもんではないのだ。たとえ間違いに殺しても逃がしはしない。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刘晨曦今はどう？刘晨都死んだことを聞いた後は少し落ち込んでる。だが今の時点ではもう大丈夫です。よし、このような犬をちゃんと餌をやれ。下がれ。はい。一只鸡得了一只鸭，得了一只螃蟹。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多亏了你及时应对，要不然指不定出多大乱子了。这次多亏您舍命相救，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开口。这是干啥？快坐坐坐坐。这有啥好谢的？真要谢啊，你们得谢胡正昌，就是这个胡正昌亲手杀了刘神东。刘氏兄弟背地里没少给这胡正昌上过马，胡正昌也是借此机会啊，当然我也煽风点火了，这次是亲手把他给干掉。看不出来郭大哥还是一将才。咱们俩就别互相吹捧。谁呀？臣也至此，有何贵干？今晚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有您的名字。哦，马上。我现在心里有个疑问，这次的行动是怎么走的？虽然说刘晨曦以前跟海龙有过接触，但也不至于知道他就是极光吧？对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呢？是啊，这件事情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彻查一下。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除掉棋盘山的刘晨曦。这件事儿，日本人会不会对你产生怀疑啊？我仔细考虑过，我的计划很周密的，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那就好。哎，刘晨曦现在在什么地方？拉着他哥的尸体回山寨了呗。太好了，事不宜迟，明天我去找一下赵军长、关老爷子还有彭玉山，咱们试试拿下棋盘山。嗯，好。气势就知道皇军来了，啥事儿？一会儿召开紧急会议，名单上有您的名字，我们特意来接您。哦，
好，马上。对，那好，我锁个门啊。哎。